雾噪，风势助长，高雄山区闹火警。昨天上午10点，鸟松大竹坑山区发生火警，因天干物燥和风势助长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延烧面积约2分多。消防局出动3个分队抢救，幸好山区内有许多小路，形成天然防火巷，消防人员顺利控制火势，约2小时扑灭，无人伤亡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